6:58。那在这边恭喜小智跟张扬同学可以继续一起走下去，然后很抱歉，就是杨永强强哥跟千野同学，你们可能要面临被拆散了，难受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，然后谢谢各位现场观众的投票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对，谢谢。加油啊，都是兄弟啊。好好好好，你不要咬我，我现在比你更紧张。其实永江和千野都很炸，对。我输了能高兴吗？自责也有，不服气也有。我的不服气不是不服气他们的作品，而是我觉得确实我自己有点年轻，学的东西太少了，仅仅是会吹唢呐，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。光都亮起来了，不要再悲伤了，好吗？哎，你挺会说话的。来吧，进入光明的殿堂。